我这做生意就是我管你多少钱，嗯，我这我回去能赚钱就可以，不要管你这空间，你给占那么这个，干你说大量的给你占到五楼了，嗯，不可能，大家做生意都是为赚钱，不可能。说心里话哈，嗯，阿拉斯加我觉得今年的价格应该比较低，因为我们去的是小岛，嗯，那个地方去的中国人还少，他们去中都在开始看和考虑几个大的地方，不去，我不去那个地方，不跟你打折扣。你们去就你自己来。